孙俪邓超结婚9周年，邓超做出了巨大的变化，这才是爱情的样子。邓超和孙俪都是很优秀的演员，他们两位可以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了。孙俪和邓超因为《甜蜜蜜》结缘，认识14年，结婚9年，有了两个孩子，等等，哥哥8岁，小花妹妹6岁。在两人结婚9周年的纪念日，孙俪认真地准备了一段很长的文案，来向邓超隔空示爱。根据孙俪的长文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细节和邓超在这段感情中做出的改变，而孙俪可以说是和他刚好全部相反，两个人也刚好互补。邓超做不好的，孙俪可以做好，而邓超因为爱，为了家庭，为了孙俪，一直在做一些改变。邓超开始抛弃了自己之前一些不好的生活规律，跟着孙俪过起了每天早睡早起，一起喝热茶，吃清淡的食物，用笔记本写起工作计划的平淡生活。不能说邓超是因为迎合孙俪而勉强着改变自己，只能说是他在变得越来越优秀，可能这就是孙俪和邓超能够在一起10几年了还一直保鲜的原因吧。